ba alam ang aming kalagayan? 他就是从那个菲律宾的宿务来的，可以透过他们的语言。带着孩子出席的黄琴宁，也有一个菲律宾姐妹会。六年前开始跟前世方报合作，这一天特别从淡水来加油。今天的那个重点活动就是 Migrants Park， so I think Migrants Park deserve a round of applause， 一定要拍拍手一下。就是菲律宾有7107个岛，大家都还不知道。菲律宾有很多种地方可以去，有很多种语言可以知道，可以学习。可是有什么办法知道呢？只有六百四方炮那时候给我们机会知道。Migrant 就是艺人，所以当白羊 migrant 意思是我们这边艺人可以一起聊天，一起把我们的当朋友们这样。我跟阿苏克其实想法很像，我们两个希望有好的改变。那改变是什么样呢？就追着菲律宾人。最后就是，其实四方报总共存在了9年半的时间。那其实我们是希望说，好了，也不要太贪心，就比四方报多个半年，我们看能不能撑个10年。